咦，你咁急赶住去边啊？我赶住去普罗预购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唉，我仲要话你赶住去交月费添。乜唔系俾咗钱买书就得噶啦咩？梗系唔系啦，梗系买完新书，然后再交埋月费先得噶嘛。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早晨，第四節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粵語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啦，咁樣呢一節咧又都係講下啲藝術嘅，哦，即係咪咧？係啩，係啩。我哋作為文化人嚟到講，就梗係講藝術噶啦。我都唔知道我係文化人添，我點解要驚？你資深傳媒人係嘛？我哇，唔好講啲咁嘅嘢，我唔時事評論員，唔好有 title 做人，黃西。唔好有 title， 即系咧，咁样讲开又讲啦，即系有冇 title 系，即系譬如有迟啲，唔系即系有人譬如访问你咁样，喂谭生咁样，咁你喺你下边嗰度落咩 title 好啊？咁样咁都几难思考噶，有咪职业乐师咯，职业乐师我系，唔系你系咁样，系啊，我都唔知道我写咩好，得闲研究一下先。其实我最捻憎人话我咁嘅鬼嘢时事评论员评你老母，叫亲呢啲名都冇乜好嘢，不如写老母评论员啦。我哋系咯，我先第二次老豆评论员啦。咁其实有咩评论啦？咁大家都系倾下偈咁样啫，讲到自己几 humble 突然间咁样。好啊，呢一次讲咩咧？讲下西九龙中心啊咁样。其实寻日咧做完个大台五点几咧，咁我就走啦，翻屋企啦，咁就喺呢度行去搭车嘅时候咧，就先见到，咁就其实你行到去西九龙中心啊？唔系，因为我睇 Facebook， 咁咧就有著名设计师陈书咧，咁就 share 一啲嘢出嚟，咁样咁就share 咗一个Facebook 嘅 post 咁样啦，咁就系由一个女士咧。就去貼咗一個 post 咧，就喺西九龍中心嘅一個Facebook 個 wall 嗰度。一般咁樣貼落個 wall 咧，其實我想講咧，貼落人哋 wall 咧係睇唔到嘅，尤其是貼落 page 咧，其實係睇唔到嘅。點知咧就有人 share 咗，咁都幾多 share 我見個 post。咁冇鬼唔死得人啦，即係冇一啲知名人士喺度 share 就。就唔死得人嘅，例如伍淑瑜啊，佢 capital share 啫，capital share 阿 Darling， 唔係佢 share 咗先嘅，後期咯，佢 share 完之後就話 delete post， 我有 capital 啊，咁樣，唔係呢啲點會唔 capital 啊？我覺得而家啲 hard disk 大賣好主要都係攞嚟做 capital 咯，都唔明大家點解可以留起咁多，咁啊就係呢一個啦，咁啊想嚟吉呢個出嚟啦，咁其實事源咧就係喺西九龍中心嘅大型。出面嘅大型標榜嘅廣告位咧，咁就有張圖，咁其實一睇就知咧，林長坤嘅作品啦，咁樣，咁就係、是、我一睇就見到就係有個女仔著件褸，咁兩隻手就舉起，咁中間就好有華夏文化，因為有個中國字人字喺度嘅，咁樣好深啊一個人字，係咁啊撇咗一個人字喺度，咁就下面就有一棟咁樣啊，係咪殘體字一個過字咧咁樣？咁中間有個中文字喎，咁樣咁啊唔知點解啦咁樣，咁啊見到個女性就應該係咪著住羊毛底衫咧咁樣，咁啊唔討論啦咁樣，咁啊林陽坤當然畫工梗係出眾啦，亦都係好靚，咁啊做咗個咁樣嘅廣告。咁就其實都唔短時間㗎喇，如果記憶上咁樣，因為比較少去嗰度。咁呢就喺 Facebook 呢，咁就有一女士呢就有一位 share 王啊，我就係想睇一睇阿衰有冇打格個名，咁冇打就唯有講啦。原本都唔想讲啦，咁有一位 share 王咁样，飞机撞纸鹞啊呢个世界，咁佢叫 Sharon 嘅女士啦，咁样我对佢冇嘢嘅，中立嘅咁样，咁啊佢又贴咗个比较长嘅一个嘅comment 咯，咁啊讲嘅话，请问呢幅图系点解？个语气有咁好嘅咩？
请问你幅图是点解？系啊，西九龙中心有细仔买咩？定系贵公司营销部同事觉得年轻潮流嘅女仔就系咁样啊？跟住后面个字唔识读喎 ，rescue 嘅法文嚟嘅 ，rescue 同 poor taste 撇向上读 A 音啊，咁样嘅我都唔识添。啊 ，rescue 同埋 poor taste 只系一线之差，但系呢幅图已经系住咗入 poor taste 型内兼生埋根咯。无端用啲耳物法咁样啊，即系佢闹啦，即系佢话喂呢幅图做咩啊？即系佢觉得呢幅图几样嘢，第一。就是呢幅图呢就会令到佢嘅价值观啊，佢嘅价值观啊，出咗一张女性嘅公仔，而中间有个人字写喺度嘅咁样。咁呢就代表咩呢？佢就会觉得代表呢一、這个商场里面係有四仔卖嘅。我就冇乜掂过四仔铺门口都有咁大个标榜啦，細佬我。即係虽然我脱离买碟嘅市場資訊都應該有二十年啦，咁樣，因為大家都係個即係網絡資訊嘅世代，一條網絡嘅鹹蟲啦，我只可以咁樣講。咁就如果因為如果係咁咧，我就會推介咧其實冇嘅，呢個世界自由市場嘅啫。你覺得呢個商場賣四仔唔中意嘅，咁因為佢外邊有個咁樣嘅女性嘅公仔喺度，覺得裏邊有四仔賣佢唔中意嘅，唔緊要。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商場嘅，你可以行第二啲商場，例如好景，好景嘅門外咧就冇呢啲女性啦，咁樣，咁你就可以嘗試行下好景，或者順和上最上面嗰層，係啦，都冇呢啲標榜嘅，咁去試下咁樣，好啦，跟住咧佢另一個價值觀就係咩咧？就係覺得西龍中心呢間公司嘅營銷部咧出呢一個嘅標榜咧，佢會意指數珠就會覺得而家年輕潮流嘅女仔就係咁樣著㗎，即係咁樣啦，就係咁樣啦。咁我唔知咁樣嘅意思係乜嘢，即係個個都寫個人字喺中間啊，咁樣唔知係咪咁樣寫個毛筆字，咁就呢個可能因為有個殘體字嘅過字喺度，佢覺得咁係啦，定係我唔知係咪話去到粵公民個攤位叫阿泰博士咁樣，喂泰王幫我寫個人字喺度咧，咁樣嚟咁樣。幫我畫畫咧咁樣，咁我唔知係咪有咁樣嘅意思，咁啊，但係咁講，咁你話喂呢、這個世界有個廣告喺度，嗰、那個廣告有個人，那個人有一個形象，那個形象有個女仔，但係個女仔有個形象，就代表時下嘅女仔都係咁樣樣，咁呢個又太過滑波啦，我又覺得，嗱，我再講一次，我對呢個 comment 冇乜 comment 嘅，即係個個睇法嘅啫，但係我從邏輯去講嘅啫。如果你見到一個好大嘅標榜，有個咁樣形象嘅女仔，就代表時下女仔係咁嘅話，咁我真係想問啦，喂，你喺街啊見到蓋明輝都唔係化到白曬曬咁樣啦？你喺街見到，喂，蓋小姐，點解今日塊面黃咁多啊？點解對眼冇紅色兩笪喺度啊？佢就拿支英槍對喉啦，大佬，咁唔係嗰樣嘢啊嘛。好啦，咁啊，跟住咧，佢又講啊，另一樣嘢啊，佢就話頭先講個法文話，即係嗱呢個時候咧講英文啊高級好多，講法文添 ，rescue， 中文意思即係有傷風化或者係淫舌咁樣解咁啊，淫舌同埋 poor taste， 咁 poor taste 應該識解啦，即係窮嘅品味啊，唔係差嘅品味啊，咁差品味即係惡劣嘅品味，同埋淫舌咧係一線之差嘅，咁。甚至冇差都得咁樣，但係如果你一見到一個中間有個人字嘅女仔，你就將佢歸納，一係就淫舌，一係就係惡品味嘅話咧，咁我又覺得選擇就太少啦咁樣。佢話咁呢個只係一線之差，咁佢就覺得咧呢一個咧係惡品味嘅，唔係啊？你上面先話係咪有四仔賣？咁即係點啊？咁即係究竟係有四仔賣定係 poor taste 啊？你講清楚啊 ，Sharon 咁樣，即係呢啲嘢咁樣。好啦，咁就呢樣嘢啦。跟住當然就惹嚟咗一啲喺下面 comment 不少嘅意見啦，而大部分嘅意見都係同佢相反啦。咁又惹嚟咗我有睇到嗰啲 comment， 惹嚟咗少量嘅起底嘅，我見到咁樣。所以佢之後就 delete 咗 post， 唔係佢自己 delete， 佢後補咗先嘅。佢後補幾句嘢，
佢就話嗰幾句仲長過佢一開頭嗰句。佢就話：嘢嚟人身攻擊，一開頭就話人哋搞佢啦，就話人哋起佢底啦咁樣。跟住然之後第二點咧就話佢就質疑呢幅畫 poor taste 就唔適合做。突然講告，然之後又喺度講翻個 rescue 同埋 poor taste 就係一線之差咁樣。跟住佢就話咧呢幅圖咧喺呢一個場所咧就用途就係 poor taste 咁話我，然之後打咗一抽英文咁樣唔理啦。咁然之後第三點就係話咧，就算我未結婚未生仔，我一樣都會質疑呢個廣告牌嘅合適性。即係無端端用結婚生仔就覺得係可以質疑，就話就算未結婚未生仔都會質疑，有乜關係啫？即係家庭崗位歧視嗰個自我矮化嘅一件事咯。跟住就話咩如果大家以怪獸家長同埋女權閪等等嘅標籤搭落嚟嘅時候咧，就話好不幸呢個 post 已經變成咁樣，即係佢都無話可說啦咁樣。咁我覺得跟住仲第四點係話佢支持母語喎，關咩事咧？唔係因為有人話過佢，即係下邊即係嗰尋日有人 comment 就話佢哦，你支持即係其實話啲家長啊支持餵人奶，你又搭個胸出嚟，而家你影出嚟即係啲廣告搭個胸咧，你又唔滿意咁樣。咁當然佢有個說法啦，即係話餵奶就餵奶，淫舌就淫舌。咁你又話 poor taste， 即係我又覺得做人坦白啲，你直接話淫舌就淫舌，即係佢又要兜喎，即係因為下邊啲人話佢唔開放啊嘛。話保守嘛，咁你不如好似伊斯蘭嗰啲著到包曬包定隻眼，不如布乃伊，咁你又著咁少，你又著短袖咁樣，即係惹嚟一個咁樣一個簡單嚟講咧，即係一個家謀嘅討論啦咁樣，咁呢討論最好討噶啦，即係當然呢個我覺得咁樣嘅討論係唔精準嘅，唔準確嘅討論嚟嘅，但係人係最中意咁樣推論㗎啦，咁樣即係包括我頭先講某啲推論，咁做娛樂就冇乜所謂咯。咁但係其實又亦都坦白講，呢一位阿姐佢都係覺得喺大庭廣眾老練咁大塊標榜，有一個上身半裸著住牛仔褸嘅。嘅少都唔知系咪少女啦，画阿林仁威画嗰个咁样，嗰个 size 唔少咯。睇种族啦，睇种族啦咁样，咁一个女仔嘅同体，咁其实坦白讲，你不如直接觉得呢个系悔淫悔道，系淫舌，你企喺呢个位讨论，跟住人哋话你唔开放，咁咪仲好倾，即系我又唔觉得。完全冇得討論嘅呢件事，我唔覺得，即係你話喂，當街當巷有人咁樣，即係假設啊，如果有個真人咁樣夾住行啦，咁樣咁我都覺得唔係好合適嘅咁樣，尤其同埋又咁講，呢、這個世界投唔投訴呢家嘢？咁如果有個真人影張咁嘅相，嗱，我而家問阿雙傑同阿譚仔啦，如果呢一張相，你再出翻嗰張相，有個人字喺度嗰個，咁如果啊呢一張呢、這個唔係畫嘅。假設是真人的有咁大型的標榜在度嘅，你投唔投訴先？開心，唔投訴係咪？唔投訴。嘅，唔投訴有乜好投訴嘅？商叫會投訴太老啫。但如果嗰個葉柳咧，葉柳啊，葉柳就要交俾英軍處置啊。係，咁即係讓咪讓白羊人啦、啊，英軍都追葉柳。如果呢個欣怡咧？哇，咁樣有傷風化啊！啱咪係咯，咁樣咁我覺得咁樣同開唔開放冇乜關係喎。如果係咁，咁啊同靚唔靚又可能有啲關係喎。咁當然變咗，你會覺得我會覺得即係好多角度講，我又唔係完全認即係開唔開放保唔保守。我其實我從來都冇所謂，即係我真係是但啦。即係同埋我覺得都唔開放啫。因為我覺得討論就係咁樣，或者鬧交就係咁樣噶啦。譬如之後嘅 comment， 譬如呢一位女士都有講，喂，你都冇乜理由喐啲就用藝術或者審美美啊呢個藝術，你識條鐵咁樣就去做擋箭牌，去窒礙咗我唔認，我覺得呢個係唔係有雙風化嘅討論格咁樣咁。呢、这個都係一個可以討論嘅 point 嚟嘅，我會覺得嗱，有一啲嘢就真係普世價值咗嘅，譬如大衛像，佢嗰碌啫啫，咁樣，咁你嗰陣喺香港展出要遮住打格仔嘅，要打格仔，咁啊梗係離譜啦。而嗰個離譜唔係因為嗰條啫啫大細，我叫得啫啫梗係細啦。呢個世界有分大細，鳩就大啦，嚇啫啫就細，賓州再細咁樣，啊有 size 分咁樣。原來咁嘅，都要睇不文集啊嘛，自己咁但係嗰個唔係因為大細，亦都唔係因為佢係一個藝術品，亦都唔係因為佢係單色
唔係因為佢唔係親，我從來覺得唔係嗰個討論方法，我從來只係覺得一樣嘢啫，就係、是、因為嗰個係公認咗係藝術品就係、是、藝術品，嗰、那個係普世價值嚟嘅，冇得拗嘅。你要做得鬼佬，你要吹之若冇英美文化，你要喺度扮曬鬼佬，又著西裝，又著高踭鞋，又成又食 high tea， 又食 macaron 嘅時候，你就冇得唔認同呢啲咁嘅西洋文化嘅呢種好陶傑嘅呢件事，冇辦法嘅。咁你話喺呢件事上邊，咁梗係有一個開唔開放嘅討論啦，即係就有講咁唔通要啲女人全部都著長袖衫笠住伊斯蘭笠定隻眼咩咁樣，或者啲人又會覺得咁另一方面就覺得哦咁啊今次著得咁樣啊，咁啊下次啊就見到咁人獸膠都可以貼上去啦咁樣，咁嗱兩邊都鬥家謀嘅，我係覺得我係覺得嘥氣，咁所以最後鬥人多嘅啫，都係，而最後佢輸咗啊嘛，最緊要係所以證明正義獲得勝利我不知道 我又不可以這樣說，這個時候又不只是說票數的，即因為全世界進入一個反民主的年代嘛，包括 NBA All Star Game， 包括 Donald Trump， 包括因而是我最喜愛的歌手，喂進入了一個反民主的世代，我覺得大家不是只靠人冧人，人多就得，尤其是網上的這些討論這些爭拗，最終的 deactivate account 很可惜，沒得跟他可以 很理性地討論，我的建議就是 去好景，即是沒什麼所謂的，好景行又沒有這些 billboard、啊、最好了，那我就開心，還有這個世界，因為我覺得這樣說自由市場而已，即雖然我不是一個完全認同自由市場，但這個是那個遊戲規則嘛，他貼了這塊東西出來是不喜歡的，沒有人行的，只要他就會改的啦，他就會變的啦，即如果他貼葉劉這樣的照片夾住個胸，林鄭這樣夾住，那是啊，咁啲人嘈兩嘈，咁佢都焗住改㗎啦。咁呢個就係最佳嘅投票方法嚟㗎嘛。咁大家一次冇影響到呢樣嘢，尤其是只要人哋咁樣做生意，人哋又唔係有咩政治嘅取向啊嗰啲。只要你話講咩靚唔靚啊，係咪富人富道啊呢啲嘢，人即係嗰對腳就係最佳嘅投票嘅效果嚟㗎。跟住話唔係喎，劣幣驅逐良幣喎，會趨向越嚟越差喎，咁樣咁當然睇嗰張嘢醜唔醜啦，咁但係冇人會覺得嗰張嘢醜嘅，即係你話淫唔淫舌可以討論，但係醜唔醜就唔使討論啦。咁林長輝畫得就冇大問題啦，咁啊梗係高質㗎啦，咁樣同埋貼得出，大家都審視過應該冇問題啦，咁樣咁好可惜啊 ，deactivate 咗 account， 大家睇唔到，冇得再參與呢個討論，不過 Darling cap 咗圖嘅，咁大家可以繼續留意，繼續欣賞下，繼續可以欣賞嘅。咁、我見嘅就係咁咯，我又冇乜好大嘅感覺，因為要討論就好容易，就係講緊開唔開放，大家對於女性嘅同體咁樣。但我想講咧，你話我覺得呢個唔接近開放嗰個地步咯，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嗰啲女權分子係講緊 free the nipples 噶啦嘛，係講緊話即係既然點解男人可以露鏈，女人唔可以露鏈咧咁樣，咁啊直頭係女性係覺得女性係應該可以都有權唔著上身衫咁噶嘛。即係喺某啲場合啦，即係沙灘嗰啲咁樣，係咪先？一定要除咁樣。咁我當然好支持啦，係咪先？咁我覺得啊，即係若然支持女權嘅話，就應該即係去呢個位，咁就會好啲啦，係咪先？最怕咧就係呢啲道德撚咧，即係有時自己有著數嘅時候咧，就走去呢邊；有時咧呢邊有著數咧，就走去另一邊咁樣咧，咁樣喺 flip 嚟 flip 去，咁就唔係幾好啦。啊，因為你話、哎、人多就係正義啊，或者呢，梗係網嘅討論梗係咁啦。但係咧，其實我係識我，即係我同雙傑識啲教會朋友咁多，其實係多呢類咁嘅人嘅喎，係哦，係好多兄弟都係，而嗰種唔係偽道德撚喎，佢係真道德撚，係 authentic 嘅喎，係真道德撚嚟嘅喎，即係譬如我有認識啲朋友，佢嗰種即係唔好話佢道德撚，應該係佢有某一種同道德冇關係，我係覺得佢有某一種個保守嘅界線喺度嘅，而嗰種界線唔係講道唔道德嘅，而係唔好講道德，因為我怕醜，佢嗰個怕醜指數係好高嘅，係我咁講啊，我識過一啲女性嘅朋友咧，佢係連唔好話見女性嘅同體嘅，係連見自己嘅同體都驚嘅，即係跟住你咪覺得好奇怪，咁點沖涼？咁咪沖涼噶嘛？其實可以唔睇噶嘛，沖涼。哦，咁樣明白。係啊，係啊，所以咧，其實我再講啊，譬如依近十幾十年咪好興
話呼籲女性去 check 個乳房咧有冇乳癌可撳嘅。其實我聽翻嚟咧係幾多人話我唔好意思撳自己嘅。咁樣嘅。係啊，其實即係同世代嘅關係啦。我有認識咁嘅朋友仔，即係佢你嗰個年代都有。你係咪要輔導佢？等我嚟咁樣，唔係即係佢係咪有啲問題？你要輔導佢。嗰個好難講係咪問題咯？因為你用問題去 frame 呢件事。嗱，如果嗰件事要係問題，唯一你可以 claim 佢做問題就係佢本人啫嘛。即係嗱，我本人都覺得有問題啦，我連自己睇自己都覺得好核突嘅嗰樣嘢咁樣。嗱，即係講深啲，講深入少少。女性嘅下體，我識。朋友即可能男都有嘅，對於自己嘅性器官係好抗拒嘅，抗拒添啊！即抗拒唔係話唔係憎佢啊，係啊，即唔係話 unfriend block 佢啊，即掂啊睇都唔哎呀咁樣噶，係有噶，係有嘅，當然唔會話要睇多啲 A V 喎，格仔嚟喎。咁样啊？喂，咁唔得喎！明明我睇开嗰啲格格个，点解你系咁样嘅？咁样咁唔知啊？有，即系我想讲话，唔系净系得伪善嘅人啦，唔系净系得道德捻咯，即系仲有其实因为嗱，即系细声讲，我有睇过呢个小姐嘅 Facebook， 我想睇下佢，即系你知大家都惯性咁样揿入去啦、我觉得佢系呢种人嚟嘅。哦，又咁讲。正正係咁，我又唔係好怪佢嗱，唔係因為覺得佢有問題唔怪佢，咁我都咁人嘅性格係咁樣，即係我哋最討厭係偽善嘅人啫，即係《月時報》最討厭都係偽善嘅人啫。啲人成日話點解打左膠打泛民，點解唔攻擊土共啊？咪即係唔係唔攻擊？點解好似冇咁攻擊，或者好樂此不疲，好中意或者好大力去打壓？泛民啊嗰啲，其實我哋討厭偽善啫嘛，講到尾，我哋討厭欺騙啊、欺詐、偽善啊，或者出電梯世上只有我們是呃鳩人啊咁樣，即係嗰啲咁嘅人，多於其實佢係忠誠地去擁護我哋嘅同我哋政治立場唔同嘅人㗎，即係我明白啊嘛，反而係咁、所以呢件事我見到樣咁樣嘅嘢啫咯。咁真係我真係識啲人係對自己嘅同體都係有一種覺得自己好鹹濕咯。簡單嚟講，即係你比較相對上尊重一啲對性禁忌比較堅持嘅人，或者唔知點打破咯，唔知點樣去做，證明性教育真係好重要啊！性禁忌嗰種。咁啊，性嘅潔癖嘅價值觀咯，即耶教嗰類嘅性潔癖嘅價值觀，係表裏如一嘅人，其實係可以咁講。你會相對比較尊重啲嘅，我認同嘅。你話呢個係咪一個問題？如果你係佢男朋友，咪一個問題咯。咁其他，因為有時我知好怕呢啲人嘅，因為咧成日咧佢哋嗰個。心理狀況就好似維持咗喺兒童嘅階段咁樣。不如我有屋企人係咁添啦，我想我十幾年前啊，因為嗰個係同 stereotype 有關，同一啲黑板印象有關嘅。我想講咧，十幾年前有套戲叫《大丈夫》，咁你都知啦，即係任恩九啊，咁咪杜汶澤啊嘛，走啊佢走啊嗰套啊。是不是说他们什么出去滚那套啊是啊滚不知身体好嘛、那套。那呢那时候十几年前我想说是一个很历史的故事。那我跟我一个家人去街那呢就在九龙城广场当年还有戏院你看看真是几耐之前呢跟着就电影 poster, 所以这样就大丈夫。那大丈夫如果你有印象呢那个 poster 呢就是五个男人着很漂亮的不知道西装还是踢斯图这样就坐在张床那里。那就好像杜汶澤啊有曾志偉啊，好似有梁家輝，仲有一個後生嘅啫。咁啊喺張牀咁圍住五個坐喺度，最全 all black 咁樣嘅西裝咁坐喺度。個電影叫《大丈夫》咁樣，我梗係知呢套嘢講咩啦。跟住咧，我有個屋企人就問啊呢套講咩啊？跟住我另一個咧，佢就係我頭先講嗰只嘅真保守嘅屋企人啦。佢話：哎呀，講啲黑社會㗎，教壞人㗎咁樣。佢係直接就落呢個結論嘅，但係只要我想講呢啲人係比皆是啊，喺街即係唔係話比即係周街你都見到呢啲咁樣嘅人㗎，係直接用佢嘅黑板印象去直落一個結論，就覺得係咁就係咁㗎啦。喂，香港就係咁多咁嘅人啊，民主黨先係撈啫嘛。
即係佢仲係覺得啊，佢係堅定反共啊，又勝啊，支持六四啊咁樣，唔好搞港獨。即係香港就係有好多呢咁樣嘅人，你去刻意去教導去打破，其實係艱難。我係想覺得，如果大家冇乜大嘅意志，講真咧，呢啲事要去處理。如果你覺得有要去 solve 呢個 problem， 大部分咧，佢唔係覺得自己有問題嗰刻咧，你都係幫佢唔到嘅。即係如果佢仍然喺度堅持自己冇問題，跟住你話我等我幫你啊咁樣，就唉，大家慳翻啖氣，落年宵行下街仲好啦。即係這個係惡搞嘅，咁變咗有，譬如有間中就有㗎啦。其實 Facebook 間中就你會見到呢啲 post 啦，即係覺得哇個女仔好暴露啊，見到鎖骨啊咁樣，但係見到欣兒話佢勇敢喎，你唔覺得欣兒悔人悔道嘅咩？咁就好难拉得埋，咁佢点暴露都唔会去到悔人悔道嘅。我唔知讨论咁样。咁呢个我咁样嘅睇法啦，咁样。咁就系呢样嘢。咁就嗱，今日星期三年28啦。咁咧年宵咧就到星期五嘅，即系仲有三日。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落嚟啦。咁就今日梗系王牌节目。實踐工黨啦，同埋睇下救世就喺8至9、9至10日深宵歡迎信箱，7至8咧就照舊有與政治，咁我都會落去救忙，因為唔夠主持用，今朝又係唔夠主持用，辛苦曬，辛苦曬，已經係好短缺。唔係，咁你今朝固定要翻嘅啊？你講及我咁樣，咁就算你話固定要翻啊，都可以唔翻啦。你唔怕少一個人嘅咩？你哋？冇啊，聽嗰啲唔覺。好啦，咁咧就係咁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禮拜五咧就小姐就國立大台啦，兩大王牌節目都會喺度啦。咁就唔知有咩表現，我唔知黃大心諗乜嘢。咁就會有。咁希望大家多啲來支持啦。同埋都係照舊有嘢送嘅，有嘢送，有嘢送。我哋好多贊助嘅禮物會送嘅。我印象中就好似日日都有嘢送啊，今次應該有嘅，應該有嘅。冇就我叫冇就買咯。我叫 Toby 揾啲嘢俾你啦。咁樣，我今晚叫揾啲嘢落嚟啦。咁就計劃中，我唔知會唔會睇人多唔多啦，即係人嘅多唔多，係睇一欄多唔多人啊。咁做完節目我哋食面啫，我哋係啦。已經決定咗完咗去食面啦，食一欄啦。唔知啊，咁大鑊。買我驚搞，我驚會太多人，我又驚一欄都太多人，但我又想食下宵夜咁樣。不過諗啊，咁我希望今晚叫到大家啦，今晚落嚟買曬我哋啲嘢啦，開開心心過個年咁樣。呢一本啊，快啲買啊！有種罪犯叫休班警察，好多人買啊！我想講，我哋好多書都比較短缺啊，即係又唔係話斷曬，而係問題未斷，仲有嘅，因為呢個專登印得多嘅都，因為你喺個就賣曬，一拎嚟就賣曬。唔係因為你喺個攤位賣曬咧，咁我哋又喺倉攞咧，咁中間個時間你等又唔係，唔等又唔係咧，咁就勉強呢種咁嘅煩惱，不如你就落咗嚟買咗先，咁我就覺得方便啲。咁你話等，你話唔一定要即刻買嘅，等過咗年先。甚至上美羅或者去188嗰度買都唔得，喂，我哋又要回翻啲貨，跟住擺翻好，又俾我哋好好地過咗個年咁樣，咁都過咗十幾廿日啦，咁樣咁又何不今日就落嚟買咧咁樣？同埋反正你都行下年宵，都順便睇下節目咁噶啦，係咪先？係啦，咁咪即係落嚟一次過咯。今個節目特別好聽，話嚟俾你聽啊嘛，咁樣就係、是、聽一個鐘節目，做一個鐘運動，再聽節目幾爽啊！哇，諗起都攰啊，做嗰個啊，做嗰個攰啊，咁樣。系喎、哦，咁你咪直斋三个钟咯。所以我系谂透够细嗰个钟，我梗系唔同你玩啦。咁我谂一谂啦，我谂一谂啦，我好攰啦，大佬啊！今朝已经好唔想。晏昼做唔做国立啊？唔做。我搬屋啲嘢未搞掂，我晏昼仲要搞多少少嘢啊，咁样，仲要出去扑两个地方，跟住今晚就落维园啦，咁样又冇得瞓觉啦，晏昼。好啦，咁就去到呢度，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我哋唞一阵，一阵你有个大台听，咁但系我哋忙啲咧，我哋仲要录大香港早晨。你啫，我做live啊。你唔录咩噶？我做live啊。live 咩啊？唔系，我下个礼拜我做live。唔系一阵录，佢冇份噶。乜佢唔系揾咗两个人翻咩？未翻啊！唔系12点翻，我要等到12点啊！咦？等紧处理。哦，你条友、啊、今日讲到呢度，等我私底下搞掂咗双杰同埋嗰两个先。好，咁就晏昼国立大台再见。好，系咁，拜拜。拜拜。